球迷朋友们都知道，我们之前的歌曲比较像是，比较青涩，然后比较甜美，但这一次呢，青春洋溢的，对，这一次却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就是采日式摇滚的风格。对，这是首次加入那个摇滚的曲风，没有错。然后里面还有融合了EDM， 就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 EDM。对，让整个歌曲听起来比较有层次，然后节奏感很重。哦、，EDM 就是呢 ，Electronic Dancing Music， 电子舞曲，是的，电子舞曲。那也有重金属，而且我们在听到还有电吉他，对不对？还有鼓，讲一下这个编舞，画面真的很丰富的特点，性感。那有没有人就走错很多次啊？那个谁走错很多次？你讲，你都有看到吗？看到谁？可以想见啊，那你有没有就把他头扒下去是之类的？没有没有，因为其实，在排这一支队形的时候，其实是花了真的很多时间。那因为每个人都有唱到，所以都会希望他可以走到前面亮相。然后加上，因为我们以往的舞风就是比较可爱、比较甜美，然后这次呢，就是真的加了很多很性感的东西，要给就是要让大家看，然后发觉我们Rakuten Girls 又不一样了。是的，对，没有错。这是一支平凡无奇的鞋子，对，但是你看看。出包了，出包了！我们在记者会前真的差点出包，是，对，對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你知道这个主人是谁吗？这个主人是林丹，你拿着，因为他今天跳一跳，我们在彩排，其实整个都在彩排，因为我太热情了，对，就很用力，噔呢，很用力，都很 rock， 而且他是两只都变成这样，对，两只，对，你带带回去纪念一下。好，但是我刚原本是丢在垃圾桶，是、啊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兰兰那么爱我的脚位，然后把它捡起来，我吓到。对，他是偷偷捡回来的，对不对？他偷偷捡回来，我真的有点惊讶。哎、欸，这是你努力的成果，你要带回去当纪念。好啦，先苦后甘，那就送给你，就送给我。你从小到大有被那么多女生美女包围过吗？其实还真的没有、啊、真的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因为从小他也没有说全班就他一个男生，其他都女生，也没有这样子过。因为我读佛教学校。哎呀哎呀，佛系佛系佛系。谢谢谢谢，我算你是佛系的。